欢迎收看青青唱这个单元。说到春夏秋冬，一年四季，造物者非常的奥妙，在四季有不同的风貌。那么这样一个音乐节目，我们也聊聊在作词作曲方面有很多这些词曲呢，也随着四季的变化，像这个春天的这种一切都在有带这个启发的时候，夏天的这种热情，秋天的萧瑟，跟冬天寒冬的一些寄托等等啊。那么光就季节方面来讲，这个黄韵玲对于哪个季节比较喜欢？我自己是比较喜欢秋天。秋天啊？对啊，因为秋天呢，它又不太冷，也不太热，就刚刚好，气温刚刚好。这个衣服也不用穿的很多啊。那我就比较喜欢春天，啊，这个春天当然这个一切这个树梢上的绿芽都要发，好像真的欣欣向荣。还有各位如果研究这个植物的话，这个黄梅呀，这个就是酸梅，你们常吃的，在春天的时候，这黄梅雨不断的下，这春雨连连的，但是这个时候就是这个酸梅在开花跟结果的时候，这个春季一过了四五月以后，它将近就要熟了，所以到夏天你们吃到很多酸梅啊，哎，就是在黄梅雨过以后，这个很有，我喜欢这个春天的感觉啊。哇，其实这个四季真的是包括那个交响乐也是有四季，用这个四种，对，所以你看我们在所到之处都看到，像麻将也有春夏秋冬啊。这个聊到歌，聊到环境，还可以聊到麻将，对对对，春夏秋冬，对对对，你们平常打了都是要对花台嘛，那就太逊了，我们大部分都是见花见子都有台啊。哎，怎么会聊到这里去了？可见呢，这春夏秋冬跟人呢影响多深，息息相关。是是，那今天再回过头来聊到音乐方面，紫薇阿姨啊，有一首歌真的蛮好听的，她唱红的歌很多，《晚霞》《相思河畔》啊，《秋词》。那么这首歌叫做《回响曲》，这个歌把四季里面多么的巧妙，用了各种花朵啊，或是一些像桂花还可以酿成酒啊等等，梅花呢还可以当作一幅画来画。那么自己又比喻在这个情感当中，这是非常巧妙非常深奥的一首歌。今天我一段都不把它落掉，好好的跟黄韵玲来合作这首歌曲，叫做《回响曲》啊，呈现给大家。开放在春天，一见桃花像从前，好像情人他又回到，他又回到我身边，唱一曲小桃红，红上了我的脸，小桃红唱一曲呀，使我想起从前，莲花开放在夏天，一见莲花像从前，好像情人他又回到，他又回到我身边，弹一曲采莲曲，谱成了冰的脸，采莲曲听一遍呀，使我想起从前。在秋天，一见桂花像从前，好像情人他又回到，他又回到我身边，喝一杯
花酒，人比那花娇艳。桂花酒喝一杯呀，使我想起从前。梅花开放在冬天，一见梅花像从前，好像情人他又回到，他又回到我身边。花衣服上没涂，我是那花中仙。上没涂花衣服呀，使我想起从前。